老铁们，来个撒网的教程。这是一款呢松两指双扣，啊，钓完都是3米7的飞网，啊，咱今天用它来抽钓程。从怀里开个兜门，紧贴着坠子抓住啊。捡网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捡平网，然后左手一提，啊，就和咱那泼水网一样，啊，捡网一定要捡到很平，啊，平着捡。捡完之后啊，最后从这个位置抓上了30个兜、5、6个兜都可以。这边坠子一滑，看到吗？光接坠子啊，保持网一垂直，啊，来，咱打一网。打网呢，你们记住，荡网很关键，往左荡网，往怀里一揽，一挑就打出去了。来个远投小飞啊，抓点下网，从怀里提起个兜来，开个兜门，把它担在手腕上啊。捡网呢，往前拖，左手提起来，嗯，右手往前拖，嗯，往前一走。保持2个坠子悬浮就行，啊，咱们捡网，左边抓上了30个兜，啊，这边呢，坠子一滑，捏着坠子在虎口，把网拿起来就行了。好，咱打一网，网的时候呢，整个身子往左边倾斜，往前推网，往怀里一揽。一穷腰就行。